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这题是一个部分分式，题目希望把这个分式把它拆成几部分？两部分。怎么做？部分分式哦，基本上第一部分，麻烦去分母。分母看起来有四个，其实只有几个？两个。所以说把大家同乘几 ？a 减三乘上 a 减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之后把它乘它约掉，变30减一。把它乘它 a 减三 ，a 减三约掉，变成 a 倍的 a 减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再加上把它乘它 a 减 s 减约掉，变 b 倍的 a 减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需要这边求 a、b 怎么算？老师建议大家，我们只用什么代词法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去想象，令它为零，所以说 x 用几代？一代代进去，好不好？三减一二，一减一零，一减三负二，所以二等于负二 b， 算出来 b 就是几？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。令它为零 ，x 用几代？三代代进去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代下去，九减一是几？八，三减一二 a 行不行？三减三零，八等于二 a， 所以算出来 a 就是几？四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所以说写到这边，题目问你什么东西？他问你多少？哪个正确嘛齁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A 是 4,B 是 7, 负 1。好，到这边麻烦牌看一下。